各位请就坐。报告委员会本周一、三、四、四次会现在继续开会，今天议程有两个，第一个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研究院单位预算案。二、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那我们现在介绍在场委员，有我们柯志恩委员，吴思瑶委员，还有蒋乃馨委员。那中研院就由廖院长啊，我们带队哈、啊，欢迎大家，谢谢各位。希望今天一切顺利圆满哈、啊，不要让大家耽误时间哈、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进行这个预算审查，那请廖院长带大家来这边就坐，好，谢谢大家。42到43次总的，已经宣布是照着项目的细项处理的。好，我们前一次审到57哦，那有关的42、43总项部分，我们就照那个细项审的结果处理，好不好？哦，好，我们现在八案先保留。好，58案，第三幕保留。第三幕不是？我知道，是要一起讨论吗？它有三节，还是要一节一节讨论？一节一节讨论好了，那就59案。先59是吧？是，556那个科发基金还没有讨论啊，那个不用吗？讨论完了吗？没有吧？有吗？那时候不是你代理的吗？讨论完了吗？讨论完了，讨论完了。好啊，59吗？没有吧？有吗？尚未决议啊，有讨论，还没有决议。哦。啊，真的、哦、好吧，好，谢谢代理招委，很专业。来，那我们继续回到5657，好不好？来，还没有其他要、有意见要表示，还是我们就要动？是，着动就好啦。着动。5657。不是5656的，基本上还是来自于这个科发基金，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实在是应该不应该距离这么遥远哈，大家都已经有点不复记忆了。对，来回忆一下，56的部分是有关于这个，就是我们有关于这个预算法的这个规定啊。我们这个基金通常相对的中研院应该挹注一些的钱进来，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基金的收入大概93%都是来自政府的一个补助，那这跟其他的这个基金比较起来的确是受政府补助比较多，那我们个人认为说中研院应该相对的也要挹注一些，我不晓得这个部分可以提出一些解释。麦克风在这里，来这里啊，在这里哈。我想这个跟委员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们的科研基金当初成立的这个目标，是因为想把我们的智慧财产权及成果所得要归入，然后因为现在成立的时间并不是太久，所以到目前为止大概就说在这几年来只有6亿，可是我想我们这方面应该会继续在成长，因为很多计转的案子都会在
继续再有其他的收入发展 进展当中。那政府拨入的这钱，我们其他的钱进来是因为向科技部申请研究计划或者是政策额度里面科技各特别拨给中医院的经费，有好几个不同的研究项目，这些都是特定的收入特定的支出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一进什么就用什么，所以其他的那个计算我们是慢慢会再成长。对啊，诚如副院长所提到的，很多东西的成效就像我们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所提到的，它的成效基本上目前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嘛。所以我们这边为什么要提出来，就是你不管是冻结或是减列的部分，是目前为止还在这个部分没有看到一些绩效的话，我们是否可以等你们那部分成熟之后再来做这些处理。那显然目前为止我们预算中心的确提出非常多的一个纠正，而且连续好几年，所以显然这个部分在过去几年当中也都没有十足的一个实际的成效。所以 对我们了解，可是这简略的都是我们向我们冻结嘛，冻结都是我们向科技部申请过的东西，跟科技部已经核准的计划，你如果冻结的话他们就没办法开始执行。没有，我觉得还是得，我觉得冻结的话部分还是要求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更积极性的这个部分嘛，因为你这个来源你所必须要有特定的部分，这才是符合我们的预算法规的一个规定嘛。那这个基本上面是不符合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才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好不好？我们主席，我们是不是着动好不好？好啊，我来张亮委员。我想哦，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报告的时候，我们也咨询过哈、哦。那他们中研院这边的意思是说，你们好像是都做比较多数是属于基础研究，所以在基金的收入部分会比较没有那么快嘛，会慢慢成长啦。对对对，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哦，这个原列12亿多，跟去年跟今年度的预算，就去年编列的有没有成长？那个这个列的是应该是有点减，是不是还倒减吗？因为那是根据科技部核给的数目，我们有四个新增计划、有四个新增计划，就是科技部核给成长3亿，跟那个是因为他特别在科技部里头政策额度时候讨论，我们提的计划被核准，所以他那我们有多少都核准过了。对，核准过的，所以他那个经费是照的核准的金额列上去的。那其他申请科技部计划，我们是估计说我们跟去年差不多，每个那个个别的计划或者是群组的计划。我是建议哦，那个照我是建议哦，这个是用请他们做书面资料送就可以了，因为你冻结这么大的金额，他们每一个细项都有研究案哦，你这样冻他们当然很难处理了。他们做的是基础研究嘛，好不好？但是但是基本上面，其实预算中心有一些建议，他是认为你不应该用非营业基金来编列来执行啊，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这个部分来，你不应该，你对啊，我知道啊，所以这部分没有解决，还是不能说问过就不处理啊，对不对？这不能用问过就不处理嘛，我了解。技术单位刚开始处理嘛。要他基础研究科学，他后面这已经行之有年了，没有，我们才几成两，我们才几年，刚刚开始成绩的呢。我问过了，他们就说两年。主席，你才是吧？我个人觉得说，你还是要符合这个部分，你不应该用非营利。好了，我给你们一条路了哦，这个动5000万了哈、哦，但是你们。提书面报告给我们备查，我特别交代给我们备查，我加这两个字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哦，懂的委员就懂哈、哦，好不好？给我们备查是书面报告给我们备查，我特别加注哈、哦，好不好？好、哦，记得哦，好。里面都沿用备查。开玩笑，其他是要处理，只有这个是。各位回去要去了解哦，要谢谢各位委员，好不好？你们是特别书面报告备查，哎，好，好了，好。那42、43就照我们的，好不好？这个细项处理好，好，谢谢。第58保留59来数理科学李立芬委员，有没有？对。其实我中研院这边我主要的关心都是性别分析啦，因为我觉得说既然我们中研院做的是基础的研究，所以我们在基础研究如果缺了性别分析，接下来人家再继续研究还是应用，其实就少了一大块。那我刚刚有看到我们提供的书面资料嘛，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伦理委员会，然后也会来监，就是督导我们未来要有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说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因为我知道说行政院他们对忠诚计划其实一开始
始他们就是这个计划，他们就是要先做性别分析。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样一个东西是制度化，就是有一个性别分析的一些，因为行政院其实那边已经有性别分析的一些评估指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在，尤其在新的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做这样一个评估的指标。好，这个当然可以。那这把它制度化之后，那我对这个冻结的预算没就不坚持，然后希望说我们一起来让我们的基础研究这部分能够更注意到女性的一个需求。好，谢谢，谢谢。好，对于树理科学研究院16亿，我们就照例好不好？好，来，在第60、61，生命科学，来，还李立峰委员跟张廖委员。来了，说明一下了，好不好？就是那个进度为什么这么慢哈？化领域大楼哈，领域大楼。那个，其实说明的时候，请说明是发言人是谁，好不好？这样他们好做记录啊。好，谢谢。化领域大楼现在已经在104年12月底付款结案，那现在化领域大楼已经有8个单位进驻了。好，所以已经在里面了，所以欢迎委员去参观，因为我那个地方全部都已经开始就是61案那边，对，对。好，见了啊。好，那我们就照例60、61就照例。好，第62案，52姚委员，好来。副院长已经有跟我说明的资料，哈，我就是希望还是在有限的资源里头去扩大我们的整个博物馆纪，你们要做纪念式联盟啊，博物馆纪念式联盟来讲。那我看到一个关键字啊，我要请院长多帮忙啊。当然，他们要强化一些虚拟的博物馆线上展示的功能，这都符合新时代的趋势。那上次是大家都觉得这么多国家宝藏不应该淹没在中研院。那副院长有提到，我看到一个关键字哈，在经费允许的状况下，希望能够以巡回展的方式，那选择部分的展件，在全国重要的区域，包括学术中心或是其他的文史机构来展出，都很好。我希望院长帮忙，经费允许的话。这个就是要给他们更多的资源。我上次咨询也提出，很多的纪念馆是它其实资源很少，人力不够，根本就是聊备一格。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主动走出去，展件走出去也是一种方式。那我个人是希望不要是在经费允许的状况之下才做，就我的政治嗅觉，这样就是不太做这样子。所以院长帮忙一下好吗？我已经这个会诊了所有这个博物馆纪念馆，那相关的这个经费跟增加的员额，那院长就一口就答应了这样，哎，所以没有问题，都会反映在明年的预算上咯。是我们都好，院长答应了哈，哎，好，而且要你说要努力找更多的 space 空间来处理嘛。是，好，现在在做的是我们在做的是是是，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好的东西，我们希望跟国人分享。那中研院是一个研究机构，一般进来的人不多。那我们想，我们就主动出击到外面啊，几个重点几个地方，然后跟地方的这个博物馆或者科学馆合作，那做一些展览跟说明这样。那我们派员会过去，这样我想它的这个加成效用会更大，这样。哎，好，大略是这样。真的要做啊！我们现在都开始在。真的要做，要支持，要支持。我支持，但是要给他们足够的。我2018年就107年会做。107年。对，明年一年规划，然后再过来一年做。好，就是现在主要是考古，但里面的精东西太精彩了。对对，是是。那你们黄伟，你要麦克风吗？你需要吗？啊，我讲一下，你们那个东西我看过哈。非常非常精彩，而且典藏品非常多，它每一件都是精品，啊。其实小故宫呢，哈，是精品的程度其实不输故宫啊，特别是在考古的那个部分，特别在，周夏文化那个文明，你们典藏非常多东西。好，现在问题是说你们有典藏品，你们做考古研究，现在是那个东西藏在你们的中研院里头，没有出来给人家看，可惜的，等于是放在仓库嘛。我上次问过你们，一年才多少人看？你们一天可能不到200个人会去看，平均起来太可惜了。那当然，你们不是一个专业的策展的一个机关，你们只是存放那个东西做考古用。但现在的博物馆的发展，我们有博物馆法，其实我们都已经在推很多东西了。其实你们可以跟
教育部的科博馆合作，他们很会策展的，非常非常厉害啊！他们可以把一个平凡无奇的东西，透过一个策展的方向哈，他们就可以弄得很热闹。你们如果可以跟科博馆合作哈，一定可以掀起台湾的考古的热潮。那我觉得总院也应该要做这件事情。科博馆在哪里啊？科博馆在哪里？买啦，卖安尼讲啦，卖安尼讲啦，这是为着台湾啦，不是干那为台中啦，哈、哦，不，坦白讲，科博馆是全台湾的博物馆里头做考古，他们本身就有考古研究啊，把考古研究做很好的展览的策展的规划，科博馆是全台湾最厉害的，坦白讲，比中研院好太多了吧？好太多了吧？所以，我们是学术考古的人才，但是我们没有策展在，这个我们不能勉强你们。但是你们要找到会策展的机构跟你们合作，好，就是跟科博馆合作了。好，以上，黄委员，主席，好。台北也有，我是举例啦，举例啦，科博馆是比较厉害啦、那個、是台北也很厉害。跟这个黄委员报告，我们不只说这个国内的这个展览，事实上我们来自美国、日本跟法国的这个要求也很大，但是我们现在都在一一的考虑、外国的著名的大博物馆，像大都会博物馆还是华盛顿博物馆，你有没有跟他们合作过吗？有吗？现在因为有一些法律的问题，我想吴委员更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借出去要能确定能拿回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方的国会通过一个法律，这样。对，日本曾经有通过。科博馆一定要的回来，我跟你保证了。那淡银博物馆要不要的回来，要找吴思瑶，因为馆长可能跟他比较熟，到时候再麻烦大家这样。跨国的借展哈，但也涉及到比较复杂的那个法律程序。驻法大使来好几次跟我们交涉啊，所以我们都很多要考虑的。好了，就是说除你们的典藏品，除了考古研究之外，其实考古研究其实你们也做的差不多了。现在如何把那么精彩的东西可以展，啊，可以把它展出来哈。博物馆就是好，这个就拜托了。不过这策展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了，好不好？因为你们是难得属于国宝级的东西，是真正是国宝的，有登录的哦。那策展要注意它的安全性。然后如果他有在国外展览，那故宫有很多经验在，好不好？不要自己去摸，要跟这个专业单位对。哦，好 ，OK。科博馆不适合展那个商周文物了，那个不太对调了哈。好了，哎呦，不要站在桃园反对台中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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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60万是照例，好60万照例，好不好？那58案就照我们细项通过好了，那就全部照例好了。好，再过来63到66，那个我们生技园区来，对，副院长刘富东，发言，谢谢各位对这个生技园区的关心。我们过去开始的时候就有新建小组，那一年半前，我们要为了进一步的加强的管控，设立一个工程督导小组，那这是跨部会的一个小组，已经召开过40次会议。另外行政院指派了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也是吴洪某政委来帮忙督导这个园区的进行。他也是在今年10月的时候来亲自访查。那个同胞山已经提出了赶工计划，那现在根据那个赶工计划是什么的进度是吻合的，所以事实上现在是在预计在明年的4月跟6月两个阶段会取得使用执照，然后12月会全部竣工。那两栋是在7月底的时候会全部竣工，另外两栋是在10月底预计竣工，然后其他的3栋的话是在12月底全部竣工。所以我们现在有赶工计划，而且这个进度是跟赶工计划是目前的进度是跟赶工计划是吻合的这样子，所以希望大院支持。吴志阳委员，好，这个重大的工程争议哈，其实最麻烦的，其实在要做，其实都很快，麻烦在法律，啊，这个承包商的这个责任的问题哈，往往就是你不解决它不动，所以你最后可能剩下2%的工程，
其实叫别人来做都很快，但是又不敢，因为你工程争议没有厘清，这个时程你怎么可以估计的这么乐观？好，因为到现在为止，你们 delay 的部分好像还不少哦，所以我们才会几个委员都有提案，要删减部分或冻结部分啊，所以这个部分你不要法律的争议这件事情你千万好，这看公共工程委员会怎么说啊。这件事情不要小看，你看机场捷运可以开20年，你不要小看它哈。这件事情尤其是牵扯到公共工程啊，公务员也不愿意担这些责任，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态度，所以会一直拉很长。好，谢谢委员。我们除了那个行政公共委员会那个主委有来过，好，那我们另外有一个那个监督委员会，有包括法律专家，还有那个工程专家。那我们每两个月开一次会，所以现在的那个专赶进那个赶工的进度，我们几乎是每个月都会开一次会。那到目前为止，他的赶工进度就是刚刚那个刘副院长报告的，就是明年12月会全部竣工。那个现在是超前大概1%，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是有在。是不是已经跟包商有某种的默契，或达成怎么样，就照那个来，还在考虑？没有，这个他们拍胸脯，他们副董事长在100多个人面前拍胸脯说，明年12月一定结。是亚翔的副董事长。他当时在投标的时候也是有拍胸脯过的，对不对？不，那时候我只是想请教一下哈，你现在明年12月底完工，是展延工期170天，还是算253天？现在这个可能要主秘，因为他现在我们是给他展延工期170几天，那他现在在提出那个诉愿，就是要展延额外的。他提出253天嘛。你们核定他170天嘛？170天。对对，所以还差了83天，现在在调解嘛。对，那所以你这个106年的12月底完成，是以170天来算，还是用253天来算？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那个只是将来要，就说要。有关系哦，怎么会没有关系哦？没，他现在是照目前他就是，照目前的那个进度来算。那如果是说他诉愿成功的话，就是将来罚款会少一点。对，还是违法。对，还是违法。因为他诉愿输的话，他就要多罚83天的钱。对。他多罚83天的钱，他心不甘情不愿，他工程会给你赶吗？赶他要不罚。他工程品质会好吗？这一定会有问题啊！因为我以前在工程单位，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以前天天就在算这个东西啊，我怎么会不知道？确会照法律程序，法律没有做啊，所以你们现在协调了2次了，对不对？12月底第3次，那前面2次协调那个调解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到目前为止，那个调解委员会对中院的那个意见比较正面，那所以他们那个厂商还要再补意见。因为都被等于是被委员就是掐了起他厂商的那个立场。我是觉得了哈，我原提案是减1000嘛，冻结5亿嘛，就是因为你这个工程进度落后很多嘛，那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这个经费嘛，好吧？那如果你今天能够拍胸脯保证的话，说明年年底全部都给我完工。你们有什么方式来那个的话，我可以不减了，可是冻结还是要冻结一部分的。为什么？我们要看看公共工程委员会调解的结果怎样。你是减1亿？冻结部分呢？不，减1亿嘛，冻结5亿哦，减1亿，冻结5亿嘛，对不对？太多了。对，那我减不减？啊，我亿我不去减它，冻结啊，当然我也不坚持5亿，啊。可是我是觉得应该要留一部分，我要看看公共工程委员会调解的结果怎么样，然后你们到底努力的争取的怎么样子。我是建议了，这个进度我们都非常关心，我们也不断的在有关相关的报告里面也都提出质疑了，不
不过我想现在因为院长新上任，我们现在也组成赶工单位，那在法律上我们也在争取那个权益，所以我想冻结只是一个手段，希望明年啊、哦，明年我们到四月六月你们要申请那个执照嘛哈、哦，那个时候如果说一切都照进度，你就给我们一个书面报告，哦，那我们也许我们讨论结果，我们可以支持他们按照这个进度来进行啊哈、哦，那我想是我的案子是冻结五千万了哈、哦，我想冻结只是一个，我说过只是一个手段而已，不是真的要把那个预算数减少，不然他们现在这个已经延迟这么久了哦，我觉得还是我们是关心嘛哈、哦，所以我想预算上我们还是支持了哈、哦，那希望我们明年下个会期的时候啊，能够我们关心这个进度哈、哦，那是涉及到国家重大的建设了哈、哦，那我是不赞成冻结太多了哈、哦，否则又产生新的变数哈、哦，谢谢。因为我为什么说要冻结一部分？因为如果是到明年十二月底竣工的话，在明年十二月底以前绝对不会用到这么多钱，我担保。因为我担任民意代表以前，我在市政府公务局，我就是办这些业务的。你竣工完了以后还要验收，还要有尾款，对不对？所以你绝对不会全部用完的嘛。那所以我说冻结一部分，我就是要看看公共工程委员会在这个调解工期上面来讲到底会怎么样，那然后厂商的反应会怎样，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样的而已。因为过去来讲这个预算我们一向都支持，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因此而把你的预算删减掉，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赶快把它完成，赶快启用，这才是我冻结预算的重点。所以这段时间你们要赶快去努力跟厂商协调，好不好？主席，我觉得动一些数字对于中央是帮助了，会让包商知道说我们立法院很关心，然后如果你做不好，我们立法院这一笔钱搞不好就会有处理啊，对不对？所以刚刚吴志扬比了一个数字，我觉得还不错，就动两亿，两亿啊，不是，因为这个钱用不到了，用不到，我讲真的，绝对用不到了，我们不删你的钱了，绝对用不到了，绝对支持了，但你让包商知道他现在 delay 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啊，十分之一啊。也可以了，好，那就因为啊，说实在的，我再讲一下啊，因为他的尾款要留下来，还要等到，还有一部分是要等到保护期完了以后才会完全复制，那保护期至少一年。好吧，那就折中十分之一好了，对对，一亿三，折中一下了，好不好？十分之一了，就是让中研院也知道说该努力去积极推动，也让包商知道啊，也达到我们是。严格监督好的职责，好不好？好的，但这个案子现在是要动十分之一，但我有一个我很关心的，因为总工程经费很高，我们是教育文化委员会，这里面有一个是属于这一个公共艺术，这难得有那么高的经费，7800多万，我请教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是够单件，还是够少数，还是雨露均沾？这个我很关心哦。我讲很坦白了，因为国防大学在我们桃园那时候，要新建的时候，难得一次的公共艺术经费将近达到1亿，你知道产生列标的情况，然后后来国防大学没办法撑下来，就交给我们桃园市文化局来办，那时候我是局长，我来办，你要抗拒很多压力，公共艺术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单纯。艺术家不会直接有能力投标，一定是有人来处理。那这个7800多万对公共艺术界来讲是很大的标，你们有能力办吗？还是你们要委托谁办？报告委员，因为这个整个园区，然后还有7栋建筑，我们有一个跨部会的委员会，他们会开会决定，就是说要怎么样办。现在还没有决定这个公共艺术要怎么进行，不过我们会很慎重。我现在听你的回答，我觉得你没有主见。你没有主见，那在竣工前就要完成了，配合你。他现在应该开始在增建了，应该要开始在增建了，因为公共艺术需要完成时间。比如你这个是一个，我只买一件7800万，它就是顶峰，那他现在可能已经在制作过程了，所以我现在一问，我就觉得你们不及格，所以我这7800万还可以再动。我讲有没有道理？不是，你到底是一件少数，还是雨露均沾到很每一件都很普通？你只是要把这个预算消化掉，你要有概念呢，拜托，这个7800万是台湾难得公共艺术界一笔很大的经费。来，黄国书来问，来，不用放在台中，没关系。如果要放在台中，如果做成决议，我也没有意见了。哈，这样啦，这个公共艺术的这个预算的支出，你一定要经过公共艺术审议，对不对？哈，好，
我想要了解一下，你这个公共艺术审议的委员怎么产生？是你们自己办理审议呢，还是交给文化部帮你们审议？交给谁？交给谁审议？还是交给台北市文化局代办？对嘛？是谁？还是你们自己组？没有组审议委员会来审议？你是一定要经过审议的，然后你总是要有一个东西让他们去审议吧？好，你这个预算知道了嘛？7800万算好，7800万对啊，7800万算多的啦，哈、哦，算多的，在公共艺术算大笔的哈、哦。那几件？几件要征几件，是一次性的审议呢，还是分成几件？那每一个件都不同的案子审，这个你们要先有这个东西出来，你才有办法去送公共艺术审议委员会审，这个要很清楚的。那我是不是可以请？简密来，我再给你一个实务经验啊。当时我盖这个我们桃园展演中心的时候，我请的是一个日本艺术家啊。但我就很早一年前就要先跟他沟通好，不然他没有办法完成。但现在照你们这样，刚跟我们要那个总经费13亿的那个施工经费，但现在你连公共艺术你都还没有着落，我是很担心的。现在这样，你们计划怎么去执行这一笔预算？这个总是要有一个你们执行的想法嘛？这个想法可不可以先讲一下？对，这个就是先就是中研院有公共艺术的这个委员会自己有，你们自己自己有自己有，就是这个院区的新的新盖的，比如说跨领域大楼那附近怎么样，过去都有委员会讨论，我也过去也参加过，以所长身份参加过。那这个的话，在早期的时候，我去参加开会的时候，也是有讨论这个，就整个建筑的艺术啦，这个也请这个在这一方面专家大学，包括我记得好像包括政大的，然后。没有，我是说是都有规划。那现在因为重点是放在这个赶工的时候，所以在这个一年中，我问你是要放室内还放室外？比如说我们有些高铁的，它是放在室内的。你我都觉得你没有概念，7800万是大数字哎。这样子啦哈，我建议啦，因为这个预算蛮多的，你们中研院应该去成立一个公共艺术的推动委员会，去帮你们处理这些事情啊、就是，然后去决定我要聘请哪一些公共艺术审议委员。对，我就说是在深具园区，包括那个基层是有这个委员会。那为了这个深具园区的话，在另外再设，我们当然是非常同意了，是应该这样做。你们现在是要委托文化局、文化部帮你们审，还是你们自己办呢？还是你们自己办？对嘛，你。啊、所以你们要清楚啊，到底是你们要委办呢，还是你们要自己办理？照程序是你们要提你们的建议方案。你们有没有办过公益书审议？有没有？对，是这样。有。是要讲的对。来，是要讲的对。我，对啊。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跨部会的委员会，然后会请一个专业的经理人，然后专业的不是的，那不是经理，对。我连我是门外汉，听到现在我都觉得你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看谁比较清楚啊？哎呦，谁比较清楚？谁这个谁比较清楚啦？谁出来讲啦？各位委员，我们现在其实本来就有院的一个跨所这样的一个艺术委员会，因为我们好几栋建筑都在做这个事情。那现在202园区这个部分，前一阵子在管工，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委员会开始要运作。我们前一阵子还没有运作，最近已经有规划要运作。那运作的话，在这里面也是原来这个委员会，我们经过审议以后，我们最后要送到。我们目前预计是台北市文化局呀，会由他们来审议。呀，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程序。对嘛，就讲清楚啊。对啊，本来就是文化局审啊。是。是，一定是文化局审。是，就是这样子做。除非你是跨县市，才是中央审啊。对啊。你不跨县市。我们程序上是这样子做，是这样子做。张伟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没有啦。我们现在很多委员是说，你们到底要做一件，还是有没有什么想法？正在开会。你们院里面那个委员会都没有计划，没有草案。这个委员会。有谁可以讲啊？有。这个委员会正在准备要启动中，要正备要启动中。所以1.3亿给他动更多一点了。这样子啦，因为中研院没有艺术所，没办法。没关系啦，我觉得这样子了哈，你们可不可以针对这笔预算的执行，你们有一个清楚的书面报告？对啦。让我们了解你们怎么样来办理。
书面就可以了。好，可以了。谢谢委员。好，好做一个书面。我可不可以？那招委在关心的这个公共艺术的部分，你们那个院里面的委员会启动了之后，是不是给我们一个那个草案的一个书面报告，跟你们时程的推展的一个书面报告，好不好？没喝啊，招委。这个你们总经费多少？啊？总经费多少？7800万。不是，总公共公共艺术7800万。整个园区的经费多少？对，将近91亿，是1%的话，应该是91亿左右，91亿的1%，9000多万才对啊，怎么会是7800多万呢？现在列7800多万啊，7869万，直接工程费是。那你们在申请建造的时候，就应该要提出一些构想和景观规划的，包含公共艺术的。有，他在申请建造的时候就要提出了，依照那个文化艺术设置办法，这讲究条例啊，就是这样子规定的。不，建造的时候要有他放置哪些重物到哪里去。不是，你就需要有一个概念，你看啊。主管建筑机关于核发重大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筑物使用之建筑执照的时候，就应该先就其造型及景观会商主管机关。所以你在申请建造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一个针对这个部分的造型和景观的会商主管机关。这个法律条文上面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它那是建筑物的本体啊。所以他刚刚园区90几亿，建筑的是70几亿啊，所以拿7000多万出来啊。报告委员，那个景观规划有做，但是公共艺术是，据我了解是分开的，而且就是要有一个那个外省委员会来决定。啊，动10分之1就好了啊。动是工程经费啊，没有动公共艺术。好了，你不要这样子了，10分之1你可以指定含。后来预算已经让他10分之1。对啊，你动10分之1的那一个部分可以含公共艺术的部分吗？好了，我们对中文院现在都非常礼遇了，问归问了，但是我们还是很尊重了。哦。不，我想你们这个确实没有准备好，好吧？因为难得有这么一笔大经费，我不希望被猎杀掉，好吧？你们自己要，对，要请专家学者好好把它把关把好，好不好？好，那我们还是动10分之1，然后书面，好不好？哦，好 ，OK， 好，再过来是67到70，来，柯委员。我想67到70，大家可以看到，不是全数减列就是都是冻结啊。所以我想，因为它是牵涉到整个南院，也是最大的一笔。那我想南院诚如我们过去很多委员都非常关切的，目前在南院已经发展成一个，它未来将会有10年的计划嘛，对不对？这10年计划，我们像目前的这一笔钱，完全是像土地的购置的这个层面。那上次我们在质询院长说，我们其实也非常关切整个南院的一个发展。那纯粹就是我们认为中研院现在虽然是说完，要过去是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现在也把基础科学带进去，就是往应用的层面之走，这样的方向我们是支持的。但是呢，这有必要用到10年计划，再用到一个南院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吗？而且特别是。目前为止，我们必须承认，中研院在过去在翁院长之后呢，其实有一大段的时间，真的需要再重新把中研院的定位的问题再重新来做一个处理啊。所以呢，我们认为，而且你看过去很多国外的一些的相关机关里面，他们其实对整个研究中心的一个发展是投注经费，但是呢，并没有人像这样子圈地盖地，然后用这个方法来发展你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机构。所以呢，我们彻底的质疑。南院整个的一个计划是不是有它的必要性？如果是的话，我宁可把这个钱完全投注在目前在南港院区的这样的一个院区内里面做更精致的一些的处理。可是你看整个南院的发展，而且呢，我上次也特别提到，我们全国目前有109个闲置的设施，哎，这109个设施里面将近超过253亿元。我觉得在站在国家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整个整体方向来去看的话，是否有必要去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评估？当然，院长那时候也特别提到了你们南院是整体的，然后做出的一些的想法。但是呢，我们还是认为以中研院目前在这个时候的。
在这个时候是否在院长刚接任的过程当中，是否应该先把南港的院区还有在这整个的南院的这个定位还没有完整之前要投入这么多，我还是强调十年，这个很多的评估的效益里面都是我们非常难去掌握的，然后花费这么多的钱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都会做出一个冻结，希望能够做一个更精致更完整的规划之后再来讨论中研院在南院的南，应该是我叫南院吗，在南部区院区里面的南部院区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这是我个人非常有画一个非常大问号的地方。来，还有哪位委员？我是完全支持柯委员了，因为我这个我有咨询过了，我也有会请教过院长，哪一个锁要签下去？没有一个锁要签下去，你那边只是增加一个类似分锁，然后请几个助理研究员在那一边，高阶的研究员没有人要下去啊。那如果你真要做，为什么你就跟那个平科大什么合作就好了？这不是圈一个地盖一栋楼就可以起来？你好的研究人才不下去是没有用的、啊。那个，来乃公。因为啊，我想行政院在104年的时候核定的是南部院区的先期规划，现在呢做的是南部院区的综合规划，综合规划把那个104年核定的，到在中研院来讲的话，它是把它包含在里面，可是行政院核定了没有？还没有核定，所以现在的南部院区是一加上 F 的规划，而不是原先行政院核定的这个一。所以一加 F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等于什么，我们不知道，要等行政院核定下来以后，我们才知道一加 F 是什么东西。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行政院还没有核定的这种情况下，你现在编预算，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如果今天行政院都还没有核定的东西，我们要把预算通过，我们立法院也是没有尽到我们立法院的职责。那刚刚主席讲到，你们原先南部先期规划是农业生技光电，那将来呢？那是不是第一期就是这几个单位先过去呢？还是考古的先过去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情况，这种而且今天我们现在编的是14亿5000多万的这个土地的购置，土地购置这个钱是给谁呢？给交通部，这是高铁局的土地，所以政府对政府的机关，我觉得不必那么挤嘛。如果行政院一定要用的话，高铁局还是会先把土地给你，将来以后再来说。可是对我们立法院来讲，你整个计划还没有核定之前，我们先把预算通过，对我们立法院的立场上有事监督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等行政院核定下来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计划，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通过这个笔预算。我想这个是比较合乎预算审查的程序了。好，袁院长来解释一下。好，谢谢各位委员的指教。首先要回答那柯委员的问题啊，说为什么中央研究院要在南部设院区，这跟国际上的一些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比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国际上这样的例子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多啊，只是我们用的名称不一样。譬如说美国跟其他的单位所谓的什么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它是一个 honor society， 它只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机构，它不是真的做研究。但是美国没有做研究机构呢，多得很。美国很多国家实验室，有的能源局的实验室，有的 NIH 的实验室，有这个各种地方的实验室，他们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国家实验室。所以中央研究院呢，日本也有，日本有 RIKEN， 它这边有很多的各种不同国家实验室。中央研究院呢，早期呢，我们没有国家实验室，我们开始从国家实验室开始，然后呢，我们也没有这个 Honor Society， 就把在附在这个中央研究院下面，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样产生的。所以中央研究院重点不是 Honor Society， 中央研究院重点是做研究。OK， 好了，我们现在看说，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过去十年，下一个十年我们要怎么样发展？我想各位都应该同意，我们下一个十年不会只是代工，我们不会只是做一些低阶的产业，我们希望进化到高阶的研发产业，利用研发来推动产业。所以我们整体的国家的科研的能量需要增加，啊，这我想是最主要的一个的思考方向，就是我们国家整体的研发能量要提高。那怎么样做呢？
譬如说第一个方案，柯委员提到说，我们是不是要在南港，南港没有腹地，南港已经全部都满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现在闲置的文字馆？啊，这没有这个群聚效应，大家知道说，你不可能有些人在中心新村，有些人在什么这个一个山庄啊，这个研究需要群聚效应，啊，那在南部院区那个是好几年前就规划在高铁站附近，还有除了这个还有很好的腹地，啊，加上这行政院的规划绿能科技园区等等的，有一些群聚效应，那从上游、中游到下游一连贯下来，我们是负责上游的基础研究，然后科技部那边有下游的，有的跟产业连接的南科等等的，就连成一连贯的群聚效应。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南部选择南部那块地区发展的原因。好，那刚才这个陈委员讲的说，那是不是有人要搬下去？我们不是用搬的，我们不是五轨搬运。我们是要建新的院区，所以要这么多钱。我们希望提升国家整体的研究能量，不是把南港的一部分搬到台南去。我们是希望建这个园区，吸收培养更多的高阶研发人才，啊，不论从国内培养或从国外延揽，我们希望新的人才下去。那为什么我们所谓说分所？我们也不是说分所。对不起，我喉咙有点痛，所以讲话稍微慢一点。我们现在是为了不需要动组织法的架构之下，我们利用专题研究中心的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挂在现有的研究中心的下面，利用现有的体制扩编在下面做。这是一个短期的做法，长期我们还是会透过组织法，透过这个。院长，院子不是的，你可能会引来很多想法来。对，院长，真的。我照实话，我照实话说嘛，对不对？对啊，就是我们将来，我们希望说那个有两个可能嘛，就是假如这种发展的方向是长期性的，我们就继续发展。但是十年当中，甚至十年、二十年，我们需要做的研究可能会有所变迁。我们可以因应时事，因应当时的需要而做调整。好，那我们所谓的基础研究，我们强调基础研究并不是关起门来象牙塔那种基础研究，我们希望做基础研究能够放眼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应用在产业界。但是我们并不是马上着重于下个年度或是三年五年之内的经济成长，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要提供国家长期发展创新能量的人才跟技术，这是我们的重点啊。所以我希望大院能够支持这样一个长远的发展的一个角色。应该有委员要发言了吧？吴思瑶委员啊。我是觉得大家关心南部院区未来的定位发展，这个都应当我们正在监督的角色，尤其是在一个计划的开端，更需要立法院提供不同的思考。但是回到预算面来讲，我认为那些定位发展以后我们可以再利用下会期的质询时间再来处理。我因为刚刚一直在讲这个案子，到底虽然我是新科立委，然后我并不知道这个案子过去行政院核定的状况如何，但是我们现在在审议的是14.5亿左右的这个购地案，那就我看到预算书写的，这整个行政院是在104年8月5号已经核定了整个案子，总经费是34亿，而去年105年的购地经费是去年编了第一年，已经有多少亿？已经8亿，8800万已经下去第一期，所以今天在处理的是第二年的购地经费，已经是一个连续购地的第二年了。所以在这个预算讨论的程序上，如果今天我们是在104年审议预算的时候，在那个 just beginning 的时候来谈这些东西 ，OK make sense。但今天就预算，我们在审议预算，我想乃公是专家。我们一直在讨论连续性预算怎么样怎么样，连续性预算的第一年有没有核定，计划是什么，这当然是我们关切的。但我觉得今天是购地经费是第二年的预算了，
那所以而且已经在104年8月5号行政院核定了34亿的总经费，所以我觉得现在再来回溯要不要再给这笔经费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有一点反过来了。但是大家关心的这些实质的内容，包括刚刚焦伟说的未来的人员进驻是哪些组织机关进来，我觉得这都值得讨论。但是不是在现在审议预算的这个已经是第二年连续性预算购地费的编下去了，我觉得这个讨论会不会大家斟酌一下。好，那我认为我个人主张就是照列这个预算，然后我们南部院区这么重要，我们下个会期专案报告都应该，这是我的建议啊，已经是第二年的购地经费了。我要回答蒋委员一句话，我先说明片长你再麻烦一下啊，因为世瑶刚刚讲的，如果今天是104年的计划没有变，我今天绝对不讲话，我绝对支持。因为我一直强调连续型的预算，第一年我们审查完了以后，第二年跟着下去的话，我们一定要给他。可是问题是他计划改变了，他已经不是104年核定的计划了，现在的计划是送到行政院，行政院还没有核定。有就是我刚刚对不对？所以原来只有中间的一部分，现在是在扩大了，原来是一，现在再加上 F 另外一块地，八月四号。行政院核定了，今年105年8月4号，行政院核定了。没有啊，你昨天给我的资料还是12月底要送到行政院呢、啊。那是总理规划书，对吗？因为你现在的计划已经是原来只有一块地，现在变成两块地嘛，所以你现在送行政院的是两块地的综合规划送到行政院去嘛，把第一块。104年通过的这一块地，包含的另外一块地，两块地一起送到行政院去。那这样子的话，104年和行政院核定的计划就已经不算数了嘛？你要105年，你12月这个案子送到行政院，行政院核定下来以后，才是一个一块加上 F 那一块地两块地的综合规划嘛？对，是地已经核定了，我们现在只是规划书了，是地一跟 F 两块都已经。对，案已经决定了，对，细部没有嘛？现在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计划已经改变了嘛。原来请告诉我们委员了，因为有些委员是新来的，这个前后政府有什么差别了？告诉大家有什么差别了？你现在包括你们准备发展的项目有什么改变了？好不好？综合规划，大家才会知道答案了。南部院区先期规划有什么不一样？好，你现在105年送到的12月要送到行政院的这个计划，跟你104年行政院核定的计划有什么不一样？我在强调，有没有新政府上任之后强迫你们中研院吞下一些新的项目了？简单这样讲了，好不好？好，我可以说没有。那其实，好，那我把历史重新讲过一次好了。其实，中研院在就是说那个。我不确定是101还是102年就开始提出，就是要发展南部院区，因为为了国家整体能量。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的是一加 F， 一开始的时候是提的是一加 F， 那结果行政院说，因为你们是这么长期的先提一区，所以我们103年开始写先期规划，结果审了就在各部会里面审了1年多，在104年8月的时候正式通过一区的那个规划，也就是说，准我们那开始那个动哦，那那所以我们就开始规划，但是就是我们因为就是那个院长上任以后，那我们就决定就是说，把原来整个整体规划再你先讲，再想过一区核准的时候核准的什么项目，你审了一年才通过一区，原因在哪里啊？因为就是因为那个各部会把中研院想成是发展产业，所以我们的麻烦就是我们要跟他解释中研院是学术发展学术。就结论是什么？结论后来是因为那个当时候的行政院院长那个张尚正帮我们出来说，这个中研院的长城规划不应该是，就是说产业的，所以那个时候才定案。好，那时候是一区给你是要发展什么？三大领域，就是一个就是农业生技。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考古，那第二个是绿能光电。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就说要106年要不就是这个月底要送去的一区，目前还是农业生技，那个就是那个考古我们稍微扩大一点就是变成台湾文史，那绿能光电是因为
就是说我们中研其实还有其他的那个专长，尤其在生物材料还有材料的那个先进的材料制造方面，而且跟那个我们一直有一个永续中心，那有很多这方面的那个议题我们需要去 deal with，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原来的绿能光电其实扩大为就是叫做循环永续，但是绿能光电其实还是一部分，所以本质一直都没有变。那所以我们现在送进去要跟行政院那个争取的，其实你可以稍微切割，我们还是有第一期第二期，那一区的就是跟原来的本就是说本质其实还是维持原来的那个本质。我再补充一下啊，为什么我再回答那个这个陈委员那个问题，说政府有没有要我们吞下什么东西，正好是相反，我上任之后我积极向政府争取 E 跟 F， 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只有 E 的话不够大，就又变成一个文字馆，我非常担心柯委员讲的和其他委员讲，我非常担心就又是一关文字馆，因为假如说这个我们做的不够大，就变成说在那边的像孤儿一样在那边这个自生自灭，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足够的规模，能够形成一个院区，形成一个群聚效应，所以来极力争取 E 跟 F， 也是你勾选了很久很久才行政院通过，然后我们做法也是希望在那边扩大到我们出估在南港院区大概五分之一这样一个 level， 是我们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一个长期的目标就是说希望十年之后那边会是南港院区的五分之一，只有那样子的规模我们才能够稳定成长，才能够吸收真正达到我们原来要的目的，就是真正建构一个研发中心，提高全台湾的研发能量，而不是就是抢地这个抢资源，我们不需要地，我们也不需要钱，我们这些都是我们额外的工作。好，那我可以讲了吧？本来中研院本来没有去这个南部发展，但是为了这个应付这个南北平衡，所以中研院就说好吧，我就用一种咨询性的方式去协助南部，但你们并没有准备要后续有多少的人力要去投入，因为如果你有后续购置园区，你还有后面的新建之后的那个所的人力，那是一大套的计划，所以才要你们不要发展这么大，结果你现在是要弄假成真，要把它变成真的，还要玩大的，那最后的结果后面就是你刚刚讲那个人力的那个资源，像你刚刚讲的你的组织编制你都还没有去突破，然后现在你要再扩编，那扩编你那个预算的来源你怎么去支应人力，这个都是后面营运的问题。我只是讲说这个本来中研院南部园区不是要做一个像台北的那么大的那种规模的，但是你们现在把它做成像是要很大规模的，对，后面会，但你们没有人可以下去嘛，然后你要发展新的嘛，那新的那没有好的人在领导，他能做出什么成果出来？然后你们跟工研院之间的重叠性在哪里？我们对不对？主席，抱歉，我刚好是跟赵伟反向的思考，就是说过去我觉得这个不分蓝绿，大家对于南北的发展，尤其是基础研究要带动各地区域它有产业优势要做，这是国家台湾的事，所以我相信过去要做南院的这个延伸，我觉得也是蓝绿当初甚至提出的年度也不是民进党执政嘛哈，但基本上这个国家需要我们都支持，所以反过来说我不太同意，抱歉，什么弄假成真，我觉得是国家需要我们就做。那至于刚刚有说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调整计划的方案再扩充，我觉得政党轮替了，这本来就是应当的事，当一个新政府他在一个新的计划新的政策配合新的产业的这个建构，他当然应当提出他新的擘划，这就是政党轮替的意义，而也不止中央政府的政党轮替，我们对廖院长的期待，他新接的院长他当然也有这个权利去擘划他想象的在南院的规划支出，如果完全是延续之前的
的到一的那个方案而已，那我觉得我对新院长我反而会 argue 说，哎，你新港你没有先看看，想看看新的方案开始有没有什么更务实的，更符合台湾产业需要。尤其廖院长一直在说化盐为用，化盐为用，我们跟社会的连结，跟南部的这些现有的这些不管是产学研的能量 的这个建构。所以其实换个角度，我其实很乐见看到中研院在新的院长接任之后，他重新去盘点这个国家发展的需要，而他做了必要的这个变动。但是乃公刚刚说的是重点，行政院核了没？那如果行政院也 support 你们，也支持廖院长提出来的新的规划方向也核给你们了，那我觉得在程序上 OK 我安心。好，我刚刚担心是乃公说没有核，你来叫立法院替你背书，这确实不可以。那如果说是有核了的这个部分，公文也补给我们一下了，好不好？好，那这真的是我的观点，我觉得我会支持这样子新院长的新的破坏跟新的做法。哎，柯委员，然后最后张廖委员。我基本上就是我同意，就是说任何一个政策的延续哦，应该有它的延续性哦。那当然也提出来，这个是在很早之前就有做对这个南部院区做出一个部分。那我想今天大家所质疑的部分，我们里面必须承认，因为中研院曾经经过的一番被社会非常质疑的声音。那这项不是只有中研院，我们其实过去有非常多，就像院长所提到的，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害怕文资管的发生，就是因为已经有过去有太多惨痛的一个经验。再加上中研院去年以前所发生这一段的事情，所以以至于对于真的今天为什么对于这个南院区的部分，大家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声量出来。那我想最主要的部分还是来自于，虽然我也同意思瑶说你真的是连续性不应该再对你整个的方向再做出一些的质疑，但毕竟它是一个十年性的这个层面。而且院长你刚刚也特别提到，还是没有办法嘛，你以前中研院特别提到说，你看产业基础研究跟产业之间，你花了一年多，因为张善政，因为他比较了解这个整个科技的发展，所以他替你们解套了嘛。所以表示中研院在这部分说服社会大众这部分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嘛。就像他刚刚说，你当然可以同意说你们跟中科院、你们跟工研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呢，你看基础科学变到应用这个部分，还有你发展这个部分，包括绿能跟科技部所发生的这个绿能，还有全部全聚在南部里面，它的重叠性这么样的一个高，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我们支持类似像这样的部分，但是中研院势必要提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规划来说服大家，因为你必须要廖院长你新来，我们支持，而且看出你的这个行事的风格，但是呢，你还是得说服我们如何你跟过去不一样，因为过去中研院已经关闭太久了，好不好？已经跟我们社会已经脱节太久了，你们根本就从神坛已经走下来，走下这个红尘俗世，好不好？但是呢，你总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在哪里，否则你们上次被质疑的那些问题都还是存在啊。基础研究变产业界啊，文资管这个部分讲的都还是一样啊，重叠性那么高，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有一个为什么要冻结，我觉得是需要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规划，而不是在于说不让你们去或是干嘛，冻结纯粹的理由在这个地方。张廖委员之后，蒋委员。我想哈，这个案子既然是十年后，我想刚才院长讲的也非常清楚啊，哈，他是要提升整个台湾的研发能量。但我们对于这个过程里面啊，有一些争论，譬如说，之前规划的一加 F 到底是不是 是新政府要求的，还是说原来中研院就有的？我想这是很清楚，原来中研院他们也有意识要 走那个方向。那新院长来了之后，他去争取到了，我觉得理当我们应该支持了。即使是弄假成真，我都觉得，如果说硬体盖好了，他真的需要那些研发人才，从国际揽回来的也好，或者从国内真的有人要下去研究这些领域也好，我觉得都是正面的了。基本上，哎呀，弄真成真了，本来就有这个想法，那可能过去的政府有一些考虑，他没有同意嘛。那现在新任政府上来，觉得这个中研院原来提的计划其实是不错的，那也愿意配合产业界在那边的规划，那个绿能产业也有一个规划，我觉得这个群聚效应也对南部的发展来讲也不是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支持了。好，谢谢。专案报告。我想新政府当然可以有新政府的想法，新院长也可以有新院长的想法，可是呢，我们今天是站在立法院来审行政院的预算，这个预算行政院还没有核定，那我们今天立法院怎么去过呢？你原来的计划是34亿，你现在计划是200亿呀、啊，院长，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虽然三十四亿包含在两百亿，可是现在我们三十四亿的计划已经没有了，现在是两百亿的预算呢，两百亿的计划呀，你知道吗？新的东西，新的计划，购地计划已经行政院同意，只是细部规划我们还在送审。对，我们今天如果行政院整个的规划没有知道，光通过一个购地的计划，你这个购地的计划也是行政院104年通过的嘛，不是105年通过的嘛？对不对？所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我们今天要看，并不是说你如果今天你中研院只是买地，那是一件事。可是你是中研院南部院区，那就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当然要知道你南部院区到底要做些什么，将来规划些什么东西，你十年计划是怎么来，你的财务计划、财务的分摊，用两百亿耶。所以当不是以后专案报告，我们今天在你买地的时候，我就要讨论到这个问题呀。对，当年南港的园区也是这样子，我们立法院讨论多久才通过这预算，也是冻结以后专案报告，行政院过了以后我再来专案报告，我们才来通过预算呢。这是一个程序，今天我们是审行政院的预算，行政院自己都没有通过，我们怎么可以给他预算呢？如果行政院改变的话怎么办？哪里通过？这是中研院昨天送到我办公室的资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中研院在12月底要报行政院，这是你们自己的，这个是一加 F， 不是 F， 不是一，也不是 F， 那是一加 F， 西部的综合规划，对吧？不是，当然了，你买地的话，我当然要知道你整个计划。我今天买地盖房子，我是只要考虑到我买地就好了，我还是要考虑到盖房子，还是考虑到房子将来盖完以后的用途。如果我只考虑到买地，那我就变成炒地皮了嘛，对不对？那我今天我买地的目的，我就是将来的用途，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今天说实在的，我们过去也不是反对，我们104年审105年预算，我们也通过了南部院区，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支持。可是今天我是站在立法院的立场，你行政院没有过的东西，我们立法院怎么可以先通过？给你讲解，好，你要行政院通过了以后才能送到立法院来呀。那我们这行政院跟立法院才是监督，才是对等啊。好了，吴思瑶委员，以后你的计划已经变了。回答一下我们有委员提出来的，就我的理解，我们今天审议的是连续性预算，34亿的总工程，包括购地是一区嘛，就是今天在审的嘛，对不对？那新政府上来之后，你去争取会有 F 的方案，包括购地费跟后续的经费，包括你可能扩充到200名的研究员等等，还没有预算进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处理的是一区原案的这个34亿，包括60名研究员，包括购地费，包括这个新建设施19亿等等。所以我同意，明年你们送出 F 的方案的时候，我们明年绝对是严谨的去审议你 F 区的规划、定位、发展、产业什么的，巴拉巴拉巴拉。所以我这样理解没错？好，所以那明年你们送出来的时候要谨慎，明年绝对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审议你的 F 方案的规划。如果你的一区的使用通通不改变，你的计划通通不改变，我们当然通过，因为去年通过了，今年没有理由不通过。可是问题，你现在一区的计划已经改变了，你要融合在 F 区，对不对？你要加了 F 区，怎么没有改变呢？可能是，对不对？是，所以一加 F， 拜托院长，不管是细部计划还是主体计划，都是一样。站在立法院来讲，你要等行政院定案了以后，我们立法院才能够审嘛。这是我一直很坚持的东西，你行政院定案的东西，我立法院才能审。没有说行政院没有定案的东西，我立法院才先来审。到了时候审完以后，行政院计划变掉怎么办？好，待会何委员说完以后，苏巧委员说完，你再一起答复，好不好？我是建议啦，哈，中研院应该把这个，既然大家谈了那么久，而且这是多年的一个每年要编多少的一个持续型的计划，那也不是今年才说要不要做，而是在前几年就已经核定要做。那这个核定是在于刚刚蒋委员讲的，尊重他的一个意见啊，确实他也是本于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职权来监督。但是呢，像这个案子，今天这个土地购置案，
那这个资本们的投资是长期长年的计划，而且不是今年才开始，今年我们省的预算是第二期的土地购置的费用，所以也就是说在去年也就已经开始执行，也已经买了一部分土地的一个部分也有处理了。那要不要修改计划，要不要行政院他原来核定的一区扩增为 F 区，那未来的计划的微调整要调整怎么样，行政院年底要核定。那总归一句话，要不要土地，一定要有土地嘛。那我们今天只是看到中研院他如实的送出阶段性的预算的配置的一个成果，所以今年该有今年度的一个多少的预算额度，明年该有明年度多少预算额度。那我们现在是依据已经核定的行政院，包括刚刚有讲的张善政那时候的帮忙，所以呢我们已经如期而且呢在推动。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放手让中研院，包括刚刚院长讲的，我也觉得他很有格局，就是说他打破了过去中研院不刚刚柯委员讲的象牙塔的那一个神坛呀，柯委员他都要讲的啦哈，他愿意走入哈俗世啦哈，红尘俗世，愿意化言为应用用哦，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所有的科研、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希望能够为社会所用，对台湾有用。所以呢，既然院长有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而且态度、立场宣示得这么清楚，我还是恳请各位委员可以支持我们新的院长，支持他新的做法，而他未来对这个计划能够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资源，让他去推动。所以呢，这笔预算既然是延续型的，也不是第一年，是第二年了，第二期了，就请各位支持，我们可以着重专案报告，因为有很多委员对这个南院有很多的疑问，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排专案报告，让院长好来讲清楚，好不好？苏小慧委员，然后只有柯志荣委员，我不是对院长有任何意见，我对院长没有任何的意见，我只是站在一个程序上的问题，沟通一下，或者站在程序的问题，说在文化部的预算我也是这样子审，科技部的预算我也是这样子审，我并没有说是别的部会的预算我不这样子审，针对中研院的预算我是这样子审，我不是这样子的。我相信大家同仁审查了这一两个礼拜，大家都可以知道。所以中研院如果能够把它的研究跟产业结合，让我们的产业产生一个新的方向，我绝对支持。我过去也一直在讲，甚至在教育部质询的时候，我一直在讲，你们学校研究的东西要不要跟产业结合呢？你不能关在象牙塔里面光研究，然后跟产业脱节，这是不对的。所以今天来讲，回到这个本案来讲，我们当时立法院通过的是只有一区，这一区我知道，你听我讲完嘛，我刚才还是讲掉了，只有一区嘛。现在已经新政府已经把这个计划改变了嘛，变成一加 F 了嘛，对不对？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去讲，那是明年的，你用这种内科外科的这种方式切割的，这是不对的了。我们现在是想讲整体的，不能讲切，不能用这种切割的。那如果是真的是一加 F， 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你中央院你把一区通通做完了以后，你再来编二 F 区的东西好了嘛？可是事实上不可能是这样子嘛？你将来绝对是一加 F 两个一起来做吧？所以既然是一加 F 来做的话，我们当然要考虑到一加 F 的问题，而不是考虑到一的问题嘛？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今天行政院没有核定这种情况，叫我们先来通过。说实在的，站在立法院的立场上，我是无法的。第二个来讲的话，这块土地并不是民间的土地，我们今天并不是向民间去买土地，而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现在是交通部，是在政府手上。如果民间的土地你怕它哦涨价了，我这个土地价格高了受到这个影响，可是交通部的土地是不会变的，都在政府手上。你今天给了交通部，交通部也是交到国库去，只是国库的左手摆到右手而已。我们担心什么呢？都在行政院的手上，一个是将来买下来登记在中研院下名下，一个是买下来登记在交通部名下。现在登记在交通名下，买下来登记在中研院名下，
这个价格会有差吗？这个会要急会急吗？会担心没有啊？那既然这个土地的价格不会涨、不会调整、不会担心，那为什么我们不站在立法院的立场上？我们把计划了解了以后，我们一起通过，大家都是名正言顺，大家不是合法的，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去急呢？都在行政院手上嘛，并不是在老百姓手上啊。如果老百姓手上跟他签了合约，我第一头期款付了，后面不给，有违约的问题，有土地涨价的问题。现在不会啊，都是交通部的土地啊。这个计划就是要你们都是行政院的土地、啊。苏小卫委员讲完之后，我们休息一下，来。土地价款啊。不会。我想作为一个第一任的委员哈，刚刚我们感谢主席的才是，让我们有刚刚这样子，大概有将近30分钟、20分钟的时间，把中研院的这个南院的部分来龙去脉都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那我想，刚刚这样子，我们一张白纸。就只是这样听，好，可以明白其实几个争点嘛。第一个是为什么到南部去？那第二个是人才到底是移下去的还是新用的？第三个是业务上有没有重叠？第四个这个我们的计划是不是有改变？对不对？第五个有没有核定？那我觉得这个主席呢，我非常感谢主席和蒋公刚刚提出了这五个点，其实确实这都是所有的人都想要理解的部分。不过我也觉得也非常难得，就是我能够看到一个这个中研院的院长，一个领导人哦，一个部会的领导人，能够这么清楚的把这几个争点都给了我一个答案。所以其实我可以先讲结论，我确实是支持这笔预算的，因为当我这五个问题我都有得到答案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今天很负责任，就我自己的态度立场，我选择支持这笔预算。因为第一个，你为什么去南部？不是只有当初的南北平衡应付式的去，而是我现在已经是确确实实在那个地方，我要重新再产生一个有规模的院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才不是移动，而是新聘。我们有多少的学术研究人员，希望能够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这是我这一代年轻人最希望能够有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既然是新增，而不是移动五轨搬运，那我当然支持这个部分啊。第三个，是不是重叠？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做基础学术研究嘛。第四个，计划有没有改变？刚刚听我乍听之下了哈，初步的聆听，如果可以有更详细的书面报告，我当然非常的高兴。那这个一的园区，从前政府的时期三项计划到现在一样是三项，这个性质上面来讲，我认为是我可以接受的状况，它并没有做超越这个90以上的变更，我并没有这样认为，但我希望能够有书面报告，站在监督的立场，我希望是这样。最后是核定的部分，那既然今天是只有在讨论一区土地购置的部分，那么我认为我尊重蒋委员的立场，尊重其他委员的立场，但我个人表示我可以理解并且支持这个预算。以上五点。哇，做中文院的辩护律师真的好，那法官还要听另外一方声音啊。我们休息五分钟。你这样的称赞不够，你要说好就这样。对，我们还有那个主任检察官还没有主任检察官志扬还没有讲话，志扬还没有讲话，志扬都是忙碌没关系，没关系，我想只关心到底什么时候。做的不高点去，不是你要还在期限。外事省，受命法官。主要是有没有改变？我觉得他很支持，他真的很支持。陪审团，陪审团，陪审团，完全同意。不对。问题是台湾还没有陪审团，只有由法官决定。对啊，你同学吗？你们两个不是同学？对啊，就我是叫他做错事了。我想当时只是应付一下了，没有真正做啊，真的没有做。今天要把它弄得那么大，哇！后边上面，我讲实在，农业比这个还大，农委会是一些大。答应之后，深深的需要那么做，需要自己有心思吗？会动吗？但是我们没有大规模的改变，一跟二还是重视这个健康的东西。首先，然后院长在公务员区，你这样平常都看不到，你现在才来。我是那个奶光有问题的时候才来。
六大的六大部分的六一大规模的话，更靠谱的角度，就是我们要把它开展，要后续成为这个标准跟标准那连接方面有改善。对到像关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里面要做细部研究项目，大方向是没有变。好，我们增加了一些我们的细部研究，讲清楚，不管时代变，这个变三年之内都变得新的出来，将来也有可能会变。就觉得说，这个能够提前在十年之前就不把定案，到十年后进行就绝对不可能。那像这个机会，每年都会有微调，因为你现在已经通过的话，所以假如要像您这样的讲，十年完全通过，就变成中科技市场。但是我们就看到一个机会，对不对？都是我们现在我们就通过了。全国的，这是十六嘛？对对对，绿能源设施。所以这个规划是内容，然后我们在抽其实
原来一期的规划细部分，这个部分，细部的对，不是加了两个月，这个就是两个月。我跟你讲，我有两套，我有两套，你懂领的。你这么讲，我不光的，你这么讲的话，你会太啰嗦的。不讲没关系，我承认上来的行政院计划核定，核定完了。已经过的嘛，可是在行政院这边，不要怀疑，我就这样太自我了。但是重点不到那个老师找那里的人吗？哦，对，这边是帅哥，所以嘛，所以嘛，重点在这里嘛。我想那个你该跟这个李长委员沟通过，他准备好就开始了。程序的问题，想个办法，就是把这个程序，他说立法院不是啊，行政院没有完全通过新的计划，当然，所以呢，所以哦，那你们就没有先是专门稍微讲，然后让他动一下，处理这程序。那院长，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把蒋委员你刚刚所了解的东西，没关系，我跟你说，他们去处理了，我跟你说。钱在那里嘛，他明年也只是购置而已啊，没有影响到。对了，我知道了。不，规划不是。不是啊，他那个计划里面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如期。不是，我先跟你讲，他没有影响到，因为他那个地区的那个地已经圈在那里了。那他明年只是购置，但我们不要删他规划，他可以继续规划。对。那他只要他规划的设计报告来一起，就把它解冻嘛。啊，冻结了。来，不要。提议就好了。可以啦。提议就好了啦。一个中研院，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子，对，这么严审，对吧？1.5亿。提议就好。我没意见。来，给我1.5亿好不好？好了。满意啦，好吧？他说1.5亿。好了。果然是姐弟妹，招委，招委，我们都没有删掉中研院任何的预算了，我觉得你还是尊重以下的一个吗？
而且那个地价税还不用他缴，你知道吗？还没过户地价税不用缴，你知道吗？十分之一了，十分之一了，还不用缴地价税，你知道吗？十分之一了，十分之一，那五分之一了，十分之一了，十分之一了。五分之一，十分之一，那五分之一啦，一亿七千万，五分之一啦，一亿七千万，一亿七千万，好了，对，动力啊，五分之一多少？多少？一亿七，五分之一，差不多啦，一亿七，大家这边公共了，谢谢，五分之一啦，没啦，五分之一啦，五分之一啦，五分之一啦，好，一切，好，好，各位请坐，各位请坐，哈。专案报告啦，地价税都把你省下来了，你没有过户，地价税不是你缴的，你知道吗？好了，地价税是你缴的。好，好，各位请坐，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谢谢乃公，还有谢谢大家集思广益。我们也再次报告，我们对于这个南部园区这一块，我们一区的购地费用，我们是没有去任何的删减。那我们就先动，因为一加 F 以后会不会有整个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区的这个规划费先给你们，然后总经费我们是动五分之一。那大概是七千多万嘛，一亿七千多，一亿七千多万，七五分之一，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啦，五分之一。专案报告，专案报告，因为这没有影响，因为你明年没有任何的那个新建，所以对你们没有影响，请放心。好，有五分之一啦。购地费用，对啊，因为它这里面还有含别的嘛，我就购地费用的那个一亿四千多万，四亿的那个的五分之一嘛，好不好？十四亿，它的那个购地十四亿五千七百万的这个，我的五分之一，好不好？加专案报告，好不好？因为没有影响你们了哦。但我最后让主席这个听完双方讲话，我要讲我的感觉了。第一个，动五分之一了，只动他那个十四亿的那个五分之一了，那其他没动了，好不好？哦，有没有影响？没有啦，购地而已啊，他明年都没有新建了，那规划费继续走了。交通部的土地了，签约了吗？交通部的地啦，交通部的地了，就高铁特区啦。我还跟你讲，国术委员明年地价税还是给交通部缴，你怕什么？对不对？他们又不用缴。不是，他还没有拿过来让交通部去缴嘛？那哦，那我建议是这样子啦，这里面哦，那三个区块，能源跟那个农业。希望你们不要放太多心力进去，因为你们不会需要做这一部分。因为现在连我讲坦白讲，连工研院、国实院、连核研所都在做这一块。我希望这一块你们自己好，我先讲完我的看法。然后第二个农业的部分，你们不见得会赢过农委会或是屏科大的研究，你们要做的部分。你再讲，又最后我要回到我讲的。好不好？不要再讲。我最后要讲的用意是在哪里？是说你们要有别于国实院跟工研院，是不要真的是很多委员在讲，但我一直强调说，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单位都在应付三个月、五个月、三年、五年的事情。我希望你们中研院是研究三十年、五十年的事情，你是要做基础研究，不是说跟社会脱节。但你做的是跟大家不一样的。如果你做到跟大家都一样，我们就把你并入到各大学去了。有一派声音是要把你们归到各大学去，所以我希望，院长你有抱负，但是我希望更有更多的想象。就像我刚刚跟我们周副院长谈到，周院长是物理的高手，但他研究的是顶端，他也许一个点的突破会造福很多方面，但那一点会不会突破不知道。但中研就要做这个，这是我对中研的期许。他最后我刚刚讲那两个领域，是因为那在实用部分已经有很多单位在做，我希望你把你多一点重心放在考古这一块。我不是开玩笑讲，台湾考古界这一块，如果你单点突破，它可以从鉴定判别到修复一路下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域。那过去我们在这一块，我刚刚也跟我们副院长来谈到，我以前我们没有空间，那史前博物馆在这一块上面跟我们之间可以做合作。你如果在这边做单点突破，从考古延伸下来，在艺术领域上面，从鉴定判别到修复，它是一个完整的领域。但是中研院不是做下方，是做上游的这一块，所以我希望这一块是我对你们的期许啊。但每个委员都有不同意见，我是最后站在主席立场，是跟院长讲，你们要做的是别人没有做、别人不敢做、别人做不到的地方。如果你做跟别人一样，中研院就回到大学就好了，好不好？我讲完了啊，我院长给你答复了。
我完全300%同意的陈委员的意见，但是我觉得陈委员可能误解我们所谓农业跟这个能源。那我跟陈委员最大的不一样的意见就是，农业跟能源有很多很多很多需要基础突破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粮食农业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基础的研究，我们没有办法只靠这个很短期的工业性的应用性的研究来解决这些长期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这中研院的角色。所以不能说大家用个同个名词就是我们做了一样的东西，这是完全不对的啊。这点我需要在社会上非常的澄清。我们做的是农业生物基础研究，我们做的是能源基础研究。陈委员刚才讲那个周副院长的那些研究跟能源也其实也很有关系，我可以换个角度说，他做的是能源研究。没有啊，这样我想你会比较了解。好了，我不讲了啦，因为实际上你现在做的这一部分老早在北院区就已经在做了，不需要再放到南院去了。好，我讲完了。好了，讲完了。好了，做给我看了，反正你最起码做5年，一定会到10年嘛。我们就等着看你今天发下的宏愿，好不好？好，好，14亿动1/5，好不好？动1/5。啊，那个什么时候解冻？来啊，中安徐志远有什么？不过是讲什么时？1/5专案报告啊。14亿。14亿5700万的1/5专案报告，好不好？OK， 好啊，说好了啊，说好了，好了，保留72、73。来，71案，徐志杰委员先保留，因为他是跟72、73有关系的。来，72、73。没有意见啊。徐志杰有意见啊？没有啊，没有，那个是三料跟4羊。他是营建工程跟设备啊。对啊，他整个他要冻结7000万，他总数要冻结7000万啊，他怎么会没有意见？是吧？来，徐杰委员，你第一次发言，7000万，赶快讲讲。这个跟刚才一样，已经讲好了，就一起讲了啦。好，这是继续要求，这样子就对了啦哈。支持到。动1/5专案报告是。好了，照例。好，照例，好了，照例，好了，照例，好。OK。72、73，照例是好，好。现在74、75，南部院区。好了。好，那就75就比照我们刚刚讲的啊，土地好，照例。第5案到第17案，那总体的就照我们刚刚细项通过的，好不好 ？OK， 好，来。没有了，5到17，那个是总项的了。那刚刚我们细项讨论完就回总项，就依细项去处理就好了，好不好 ？OK。不好意思哦，可以这样子吗？我还是要强烈问一下，可以这样子吗？一般我们刚刚都这样审啊，不是之前所有的预算都这样审。我了解，可是有一些细项，我个人认为应该一定要减的。你是要不要像第十六有关于这个国外旅费这个部分、啊？他在讲旅费的部分、啊。对啊，你就到17啊，当然有些这个部分是不是不能够这样啪啪啷当？现在是讲5到17嘛。对呀、啊。所以柯志恩委员讲的在这里面啦、啊。是。啊，跟许志杰讲的一样啊，同一点。没有，不一样。我是觉得这样。哎，是。因为他这是分到各单位去的那个业务费啊，是在列在业务费里面的、啊。因为我去查是执行力没有很好啦。完全同意来。好来。姐，我跟你完全一样，来，我们南北呼应，来，一定要来，赶快来。好，我们支持许志杰来。来，好，你说一下。好了，那们有送报告给我，有改进。啊，没有。对不起啊，那个坚持还是很重要。大家看一下16案，其实真的是这样子。你看这个出差旅费哦，我为什么简列的这个部分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每一年都还是会留下3000多万块，而且它的执行效率是真的只有到70%。你看从100年到104年，通常只有到执行率到平均大概就75左右，而且每次都会剩余大概。
概3000多万，所以我个人认为我只是把它回复到简列到跟去年一样的一个标准而已，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为了国家预算着想，而且各位你不要忘记今年的中研院全部没有任何的简列哦，各位有啦，有吗？在哪里？简列多少？一般行政有简列了，简列多少忘记了，来查一下简列多少。我知道一定有。简列多少？一般行政简列多少？记得那么厉害。黄国书每次码都有了，有啦，一般行政有啦，只有30万。只有简列30万而已，好不好？各位，这像话吗？啊，简了很多啦，各位员工。没有没有，我只是告诉你，没有，我只告诉你，各位，我们还是针对预算来。当一个执行的这个执行率做到75%，而且每一年都会剩下3000多万的时候，你们认为还需要这样子吗？我只是跟过去一样，把它简列一样而已。OK， 我想跟委员说明一下，我们出国旅费啊，因为这个出国旅费这一项在我们所有的预算中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在其他行政单位的地方也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研究是国际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研究人员都是打世界杯，所以要常常要出去开会。可是，在这种或做训练，可是在这个执行的上面的困难程度在这里，因为我们有900多位研究人员，1100多位博后，他们都会用到这部经费。当我们东西分下去的时候，分到每一个计划，分到那个时候，你必须要告诉他说你有这么多钱。当他有这个钱拿到的时候，他开始要筹划这些事情。可是因为所有的汇率变化、机票的什么，当他最后结算的时候，他可能给他7万块，他可能用了5万5，那剩下的1万5在那边，他就不能再出第二次再出国。然后到最后年底这边又收过去，又很难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有简历了。所以副院长，但是还是一样，从过去到我完全了解，身为研究员完全了解你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从100年到现在，其实你最少你都还有剩余1600万，最多你剩余3400万，对不起，3800万。所以呢，我们如果做一个简历，只是为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来做考量，所以我们如果说简列1700万，其实一点对你们过去，从过去100到100，看数据嘛，从100到104年，基本上这个问题不大，我们绝对支持到国外去参加这研讨会，还是一样嘛，还是从来没有用完过，对，但是还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好不好？来，主席。我觉得出国的都很一贯，我怎么大家可以看我每个部会的出国旅费我都支持，我们就是要跟国际接轨走出去。好，那当然刚刚副院长的解释，他其实是有出去，只是说在那个核销他其实反而是省钱了哈，没有花那么多，他也不刻意去报到满，我觉得这是要支持人家。那我觉得我重点在讲过去，也许在这个部分没有执行的太勇敢的送大家出去，其实我相信是有啦哈。那我愿意给新的院长新的机会，院长如果预算给你，明年的执行我给新院长机会，如果执行还是不够，还是大家没有勇敢的鼓励大家去出去的话，那明年我来处理。我觉得给新院长机会好不好？给新院长机会。这个部分的话我也想要复一下哈，这个部分到底是要支持柯委员应该要简列还是要照列，这个地方我也还没有，我还想再听一下这个中研院的说法。但据我自己的理解哦，其实这个国外差旅的部分其实也跟中研院这院内的所有的研究计划会有相关，因为我其实我的同辈也有很多是在中研院这边服务的研究员，那大家现在有研究计划，确实就如同刚刚副院长所说的这个研究计划，因为预算的关系，它必须很早就提报出来。但真正到执行的时候，可能会有汇率也好，或者机票机位也好，甚至是研究场域等等的变化，这个都不是在编写的时候就能够掌握的，所以必须要宽列。这个我们能够理解，而且应该要支持，这是第一部分。但是第二部分的话，我也这边想提出一个相关的问题，请副院长这边能够理解并且去解决，就是研究计划案的费用和国外差旅费到底一不一样？不一样吧。好，可是现在有很多的研究计划
其实是要申请经费并不容易，以至于他必须使用这一笔国外差旅费来回报。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做人文学的研究，他可能要去比如说新几内亚或者是什么地方，他光是去新几内亚的机票就已经远超过这个国外差旅费能够提报的费用了。那但是他必须是在这边住一个月，那他的住宿呢，他的研究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报。所以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我在这里也提出来，请院因刚好院长也在嘛，这样的场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夏威夷去要做最好的天文学观测，那边的研究费你要住宿，总不能叫研究员自掏腰包吧？但据我所知，他们的费用其实现在是都包在国外差旅费，所以其实我是支持这个费用的，但我希望这个研究案的经费能够有一个书面报告，或者是更好的是在院长任内可以做一个改进。我们会从头再检讨这个管控机制，因为这个是一个好了。你们去年没有花掉多少国外旅费啊？还有多少钱没有？4000多万是吧？那也是缴库嘛。缴库了不起就缴库嘛，了不起就缴库嘛，它是流动的啦，流动的嘛，所以钱也不会浪费掉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嘛，因为你们可能因着每一年的出国的相关参与国外的学术活动的计划，不一定每一年都一样嘛，所以没有办法每一年都用一样的标准来看这个事情。我是不晓得啦，坦白讲我没有那么认真仔细去看你们的参加国外的每一个活动到底细项是什么，所以我建议这样子好不好，庄议员，把你们今年度明年度啦，明年度的出国的计划是不是可以书面报告给我们？不用了，不用了。有没有办法？不要，好，没有关系，没有办法。如果没有办法，那你们也把这个预算的概算给我们，好了，给我们就支持了。来，江委员之后，何新存委员。刚刚讲说这个差旅费没有用完的可以留在院里面吗？不需要缴库吗？当然是要缴库啊，对不对？这个不可能不留在中央院里面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你今天编的这个预算，你为什么要让他缴库？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如果等我讲完，你不要急，好吧，慢慢来。如果你们可以缴库而不让我们删，说不过去，那就是你们执行力太低了。如果我们删了以后，你的执行力相对的就会提高，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副院长讲的，如果照你刚刚讲的那个方式，那是你们分配制度的问题，出差旅费分配制度上的问题。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过，我们不能把这个额度分给一个人，这个人多少，这个额度多少，到了说他到年底的时候啊用不完，然后缴库，那为什么不给其他人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同样的，你中研院的预算如果我们删的话，删掉的话也是回到国库，国库可以做其他的用途。拜托我讲话你不要一直摇头好不好？好像我讲话都不懂，我都不懂都在摇头，不需要这样子嘛，对不对？我讲完话是表示我的态度和我的认知，你可以做说明，你不要在后面摇头，这是很不礼貌的了。你们讲话的时候我有摇头吗？我没有摇头啊，大家互相尊重一下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说是我这执行率很好，那为什么照柯委员讲你过去这几年每年都要缴库这么多，原因在哪里？这是如果你们不检讨，我们预算为什么要给你？你去缴库然后不让我们删，没有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说我们不删你的预算，你都能够把它执行完毕，我们没有理由删，我不够，我们为什么要删？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多出去看看，多出去走走，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给你的钱你用不完，那你怎么办？你不能没有责任嘛，拿了这么多钱到最后缴库，没有理由啊。好吧，院长你要回应请你回应。好，我想这个差旅费啊，这事情啊，你要看说是每个研究人员怎么样用他自己的差旅费啊。我们每一个人假如说口袋里有100块，你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你不会吃到正好100块，你会叫个90块或者叫80块一餐你就解决了，剩下20块钱你花不掉你怎么办？
你就没有用了，你不可能再去吃下一餐啊。所以不管你给多少，我们的执行率不会百分之百啊。这一方面可以代表说我们的研究人员都非常的省哦，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委员这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剩下的钱挪到另外一个人再去啊。那另外一个方面，有些研究员，譬如说今年像刚才委员说，我们可不可以提明年的概算？好，可以，我们可以说明年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很多情况，我们的研究人员，我知道有两三个这样的例子，本来要参加一个会议，哎，结果因为表现太好，人家帮你付钱，啊，你一样去了，可是你机票不用，你的报名费不用，等等的，哎，又省下了一部分，剩下的钱够不够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呢？不够了，所以这个是反映说我们的研究人员战战兢兢的在花钱，而不是不出国。或许从另外角度来看，我们是统计我们里面出国人有没有减少，没有，只出国的花的经费更少而已。哦，那这个钱有没有浪费掉啊？没有啊，我们是挪这个流用到其他地方。假如说立法委员这个觉得这样不妥，我们或许可以改变的方式。但是我是担心说，不管我们多少，哦，我们就简略，比如说10%、20%，我们还是从那边只花80%，每一个人口袋不会花到完全光才回来。我还有很多人要讲。其实我一开始删也是因为执行力的问题啦。好，那不过刚才院长这样解释，他们其实私底下也有跟我解释一下说，啊，就是像刚才院长讲的，有时候是省钱。好啊，不过就是说，啊，其实院长这个会让人家删的原因就是说，像蒋公啦，啊，不是蒋公，奶公好，像奶公啦，好，跟那个柯志恩委员啦，啊，因为我看到我姐叫柯承恩，跟你名都讲，啊，所以哈，其实我们会删，主要是对这里有疑问呐，啊，就是只要讲清楚哈，啊，我们也刚才师爷有讲，我们就让新的院长重新发挥一次嘛，啊，后面执行力为什么会低？我想要跟我们委员解释清楚，啊，不然让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疑虑，我们才不会再删，啊，所以那个我们乃公跟志恩姐姐，我们可以尽量让他通过来，志恩姐姐。来，何信成委员，谢谢招委哈。我看乃公，我先建议一下了哈。很多委员的指教真的是为了要监督我们的预算的执行了哈。那也许我们大家很多的理由是来自立法院的预算中心，不过呢，也是在于是说，可能中研院对这一笔预算的一个执行跟它的方式不够让我们了解，所以呢，如果说可以的话，我是建议说，像刚有其他委员提出的意见跟要求，请你们带回去研议哈，看可不可以改得更好。那我是建议说，大家讨论那么久，是不是这个预算原则上我们支持，但是我们也同意柯委员跟其他委员认为说应该要严格监督，是不是来减列个200万，让你们以资警惕？那未来是不是可以更改得更好，好不好？200万绝对可以了，一定要减。来，乃公，来。我想刚刚院长讲说，到了这个地方，假如一天的餐费是100块，如果他吃了80块，那这里20块还要再缴库，那我觉得中研院太苛了。中研院怎么可以对出差人员这样子做法呢？依照行政院公务员出差的费用办法，机票，譬如我今天到美国，我的机票是多少就是多少。然后今天在美国，假如是在纽约，他一天是250块美金，就是250块美金，你用了少了也不需要缴库。如果你到了达拉斯，可能假如是180块，你就是180块，多了也不要去缴库。如果你到了非洲，它有不同的地点，每天的生活费用是固定的多少钱，那你拿了多少钱就是你的钱，不够了你自己贴，够了你自己多，你省是你自己多出来，根本不需要缴库，所以没有院长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如果中研院真的是要做到说你为了省钱还要他缴库，那中研院对员工太苛刻了，真的太苛刻了。没有，据我的了解，刚刚院长不是这样讲吗？没有，他没有缴库，对不对？那所以基本上，他
他完全按照你出差的地点，然后按照行政院规定的每天的生活费用，然后多少钱。说实在的，我这个钱我根本没有提案，我根本没有准备要删你预算。虽然我也看过那个预算中心写的东西，可是我也没有删你的预算。我只是说你们在分配预算的时候应该要再检讨，如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剩下，那中研院在预算的分配给每个人出差的计划是不是应该再调整，让这个钱我们既然立法院给你了，你们就要充分的去使用，不要到最后缴到国库里面去。所以我当时讲的话这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的分配制度上面你们是不是要去调整一下。那至于行政院规定的它有一定的地点不同的价格，然后按照这个部分来去处理。公务员出差就是这样子。减两百了。好了，减列两百。在业务费、国外旅费。减列两百。其他照案通过，没有动。没有。就减两百啊。200万就好了。好，通过之后我没有影响，但我要问院长一个小问题哦。钱不多啊，我应该是全部支持，但我只想请教，那什么所分配多少钱，什么人可以出国？不平则鸣啊，中文院有些是出国比较红的所，有些出国比较弱的所。对，的确是我们有那个什么人可以出国是研究人员或者是博士后，因为他每个所分下去他们会自己去审这个事情。那个所有没有五只手指不公平？我讲完了好不好，你们自己回去。我预算都支持你，但我就不想再搅局了，所以我刚刚都不讲话，不然我讲进去我列各所那边很多人就跳起来支持我，真的好不好？我讲完了吗？我讲完了对不对？每个他们都点头，他们都点头，他们没有摇头的。好，我讲完了，所长好，院长好不好？记得我讲的话好不好？公平一点，公平一点，好，公平一点好不好？公平一点，来，好，来，好，我们现在进行主决议，进行主决议。院长你不用回答了好不好？公平一点，公平一点，不会啦，好不好？好，现在主决议要请众议院仔细看，我们要修正的第76案，李立芬委员的有没有问题？拿一个麦克风，这一路没有问题就请他，没有问题就一路讲下，就遵照办理。我们还是要留会议记录下来啊。来，第76案，遵照办理，我还是要留会议记录下啊。遵照办理。好，那第77案，遵照办理。好，第78案，遵照办理。第79案，遵照办理。80案，遵照办理。81案，遵照办理。82案，遵照办理。83案。遵照办理。84案，遵照办理。85案，遵照办理。86案，我们要修正一点文字啊，请修正，就是希望提出用书面改善的方案。好，同意啊，好，苏委员同意，就提出书面改善方案。好，是，第87案，遵照办理。88案，我们做一点小小的修正，也是。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提出书面报告。好，苏委员可以接受吗？好，我们改提书面报告。第89案，是，那个也是这个89案，我们提出一些一点点这个修正文字，书面报告。好，改书面报告。好，第90案，做一点修正文字的小小修正，说。希望从一个月呢改成3个月。蒋委员可以接受吗？90案。本来这个蒋委员说一个月内，我们再要3个月。好，改3个月。好，遵照修正通过。91案。遵照办理。你有改文字哦。93，91案照办理。好，92案。92。遵照办理。93案。遵照办理。93，遵照办理。没，你们改了，你们改了。啊？被证。这里有一个。93在哪里？被征改延揽。被征改延揽。那个国外人才被征计划，请改为国外人才延揽计划。好，蒋委员可以吗？好，照修正通过。94案。遵照办理。95案。3个月。做一点这个文字上的小修正啊，那个
本来是说于三个月内将相关资料以书面送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我们希望修正的文字是将委员建议议题提交该院政策建议书委员会讨论研议结果。好的，我接受。好，照修正通过。第九十六案遵照办理。九十七案遵照办理。九十八案遵照办理。九十九案遵照办理。一百案一列预算案处理。好，也遵照办理。看到了。一百零一案改三个月，从本来是要我们一个月内将评估报告交，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客委员可以吗？好，照修正通过。一百零二案也是有一点文字的修正，也是一个月，希望改成三个月内提书面报告。客委员可以吗？好，照修正通过。一百零三案最新啊，那希望能够做文字上的修改，一个月改成六个月。因为组织的需要，那报告变成书面报告，好，可以吗？好，好，照修正通过。一百零四案，也是做一点修正，小修正，就是一个月改成三个月，提书面检讨报告。好，一百零五案，也是修正一点文字，提书面改善报告。好，一百零六案，也是提一点文字修正，书面提出书面报告。好，照修正通过。一百零七案，遵照办理。一百零八案。一百零八案遵照办理。一百零九案遵照办理。一百一十案修正这个一点文字，则提出书面报告，希望能够允许我们提出书面报告。好的，好，那我们照修正通过。一百一十一案遵照办理。一百一十二案遵照办理。一百一十三案遵照办理。一百一十四案，一百一十四他遵照办理。一百一十五案修改一点文字，就是本来是要求我们两周内向立法院报告，希望能够修正成三个月内。好， OK， 我同意。好，可以啊。好，一百一十六案遵照办理。一百一十七案修改文字，就是并依企业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前面是书面做书面的报告。好，那高路委员不在，我们就照修正通过。一百一十八案遵照办理。一百一十九案遵照办理。好，主决议处理完毕。好，现在接着非营业基金来。还有基金啊，就是还有基金啊，还早啊，才十一点。他们今天排全天给我们，知道吗？不要太早放。不用，我们不用耽误他们那么多时间呐。好吧，然后见院长要半年才见一次。哎呦，半年才见一次，半年见一次，两个礼拜前才来啊，是吗？我们随时可以来，我随时。我们不是院长，不用不用。来来来，好。第一个案，权利金蒋乃馨委员的，来你翻给我。翻给我。没问题吗？好，增列，增列没问题，增列两百五十三万，还好了，增列十分之一了。OK 了 ，OK 了。好了，权利金没问题了，努力达成了，好不好？好，支持。刘博。也可以，没有问题啦，是税路怕什么？没有问题，好，没关系 ，OK， 好，好，好，基金用途来第二案，第二案保留，然后第二案保留，第三到五，三四五，三四五，我想这边是有个误会，也许我们写的不清楚，就是，这个事实上是我们的收入，就是两千，五百那边。然后就是另外那个，对，另外写那个是五千九百，那个是我们的预算，就是要公务预算。那事实上是前面那边讲的是我们的收入，所以这边有些我想有些误会，所以这个要说冻结那个预算，那话事实上会是冻结我们的收入，所以这个可能是有几个委员都提出这个，我想是一个误会，也许我想我们也许应该要文字上也许写得更清楚一点，但这个应该是不是要冻结的一个项目，它是我们的一个计算的收入。来，提案委员有没有要补充的？没有就好吧，照例好不好？好，三十五就照例啊。第六、第七案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对对。育成中心的，
哦，预存中心的话就可以解释一下，就是它这个差别是在那个2005年的时候，我们仅列了一个G的租金，那106的话是全年的租金，所以这样写的时候差别是在差在那里，一个是一G，一个是全年的，所以这个也许书面上是个没有解释的清楚。那为什么是一G呢？是因为当初是计划说是深居园区，如果是照最先的那个进展的话，应该是在那个时候预存中心可以到深居园区去。现在因为拖延的关系，所以就还没有执行。所以106的话也是就是还是会在现在的预存中心。所以这个是就是差别差在这个，对，并不是有增加了这些。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意见我们就照例通过。好，接着。8-12，哎，第六案哈，哎是，他的今年的预算为什么增加这么多？没有，也是我刚解释了，不好意思，解释了就是105的时候，一个是指的把那个列了一季的房租费，那106的话是105，你只列一季的房租费，一季的，对，只列一季了。那个时候一季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期望是能够在深居园区把预存中心的南港那个、所以你现在搬不进去了，搬到还没有搬进去，要到明年年底才能搬进去，是最快。目前的计划是应该是十月底的那一层，就是那个明年的。好，照例通过。好，接着8-12。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提出，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得到一些院外的研究计划，那这边的话院外研究计划，我们就要拨出一些经费来跟外面的单位合作，然后所以增加了这一块，就是要研发能量提升计划里面会放一块这个。这个金额，那每年的是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办法完全预测会达到哪一些新的计划，但是我们106确实增加了三件计划。那这个是不是有没有文物要补充的？我说没有说明。我那个今年编的为什么叫全年度增加了3亿5000万？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有然后跟你公务预算里面还有一些重复的。不会，因为这个都是，然后基金预算也有编，对，比如说这个编的是有什么区隔？对，比如说是政策额度这些，我们会拿到计划。那么这边写了新增了三件，不是像我这个案子，你们都没有提出说明的，都没有书面说明给我啊。基金预算里面只有人体资料库有给我，我们可以再提个书面，其他的这个都没有。对，我们之前都应该要给我这个书面资料，让我了解啊。是，我们又要补充一下，要说明一下。对，主席动一点好了。动一点书面资料给我们一下，好不好？好啊。动多少？我们提案怎么都没有说，那就是8-90，我们可以书面的计划，书面的说明，可以吗？我先请问一下，有没有先送给各个委员8-90？有没有给提案委员你们的说明？有没有送？都没有说明。基金，你们人体资料库有给我了？人体资料库有给我了。对，有给我吗？对啊，那个有说明吗？其他的没有啊，我找不到啊。我说其他的没有了。对啊，其他为什么？这个主席动十分之一好了，是吧？为什么啊？都有提，你讲一下。好，解释一下，来拿麦克风，先说明一下，拿麦克风说明一下哪个单位说。跟委员报告，这个就是为什么比105年度增加，就是我们跟科技部争取重大政策计划多了三项计划。减碳的三项计划，所以增加了比去年还多。对。那你要说明啊。那为什么没有个书面？十分之一是用书面，好吧？补充书面。对啊，说明。好了，书面的啦。那要动吗？动十分之一嘛。啊？动十分之一书面了。动。不要了。基金有没有什么关系？基金才没有关系，公务预算才比较严谨一点。29亿都动十分之一啊！基金都在他家，没什么。啊，比十分之一少一点了，1亿5000万了。动一下。1/20了。有可以吗，院长？还好了，25亿动一。1/20了。书面有问题吗？书面呢？我不是要专案报告，书面给我。送书面备查。
好不好啊？院长，我们对你很好哎，送书面备尝好。好，来，接下来。他只能用两次啊、哦，你用了两次以后就不能再第三次了。对对对，无三不成礼，还有一次。来，第几？13到20。13到20，是。那13到20是人体生物资料库的，是要有OK， 来 ，OK 吗 ？OK， 好，来何委员。谢谢招委哈，我在这个部分本来有提案哦，那在我上次的委员会咨询的时候啊，也针对这个很关心啊。不过哈，我们这个副院长跟执行长有来跟我说明，也有说明他们那个预算的一个编列哦，之前跟现在的一个调整，所以我可以接受他们的说明，所以我支持预算招列。好。有来张廖委员，那我之前也有提啦哈，就是从过去的预算来看，执行的来看，那之前他们那个执行长也来说明了哈，因为也还蛮，他们就尊重那个隐私权啊、法令等等，虽然已经可以开始来做人体的研究哈，那后来他们说跟我说明年应该可以扩大来处理，我想这是对台湾的研究非常重要，所以我也予以支持了，谢谢。好，来何委员。我可不可以再建议中研院哦，未来啊有这种大家有疑问的一些计划，或者是预算的说明，可不可以真的事先回给我们一些书面的说明？啊，对啊，你像这样子，我们就简单清楚易懂，用一般人看得懂的文字来告诉我们，请不要以科学家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好，谢谢。好，来吴思瑶委员。我好像没有拿到说明资料哎。我有个问题啦，当然就是之前这个预算中心，我看了他们的小地方，对，对于来做的，你们是送什么礼券给人家？不是，你要说明清楚。那个说明清楚，因为我相信中研院不会去做这种送礼物来做。对不对？简体鼓励大家，而且这也违反法规，所以我需要你们说明一下。报告吴委员，说明两单位。中央研究院台湾 Biobank 的执行长沈志扬，因为我们要测量民众的仪器非常的精密，所以我们现在全台湾的30个驻站都是在都会地区。可是为了要考虑到台湾人民的代表性，有些住在滨海地区或山区的都要过来，可是他们参与这种公益性质需要补偿，可是又要考虑到隐私权，所以我们不发现金，而是发便利商店的礼券当作交通补助费，这是给民众的一点点补偿。那假设民众愿意说我们派车子去接他的话，他就不会领到这笔交通补助费，希望委员以及各位同仁能够了解。所有的国外也是这样吗？如果说做那个简体的，我觉得这个当然我理解，你本来要给人家诱因嘛，不然几抓喽叫你横哈啊，交通费这是必要。我觉得如果能够是用交通费的部分提供这个受验者他这样子的方便，我觉得是比较必要了。但我是希望你们不要变成便宜形式，就变成来的我就是直接给。其实我觉得观感不是太好。谢谢您。其实我是做这个，但是国外到底怎么做，也是这样子吗？给交通费就是给交通。我希望是确实以交通费的，我觉得礼券那种东西感觉不太好。因为考虑到各自，所以我们无法发现金，因为现金就要签名。好，我做建议啦，那你给个礼券，可不可以比较符合社会公益的？好不好？就用比较社会公益的礼券啦，譬如说这些庇护工厂的啦，这种东西，像喜憨儿的这种东西，可能会好一点，它有其他 extra 的意义，好不好？哦，我不知道，反正感觉上就给便利商店的礼券，感觉真的尽可能达到它公益性的。好了，我不多说。好，阿玲拜托的资料不好，我听不下心吼，院长，我替你们帮忙这么多。对啊，你看你们送资料了，还要弄。把吴思瑶列入研究对象啊。很优。好，你来。
我们以前做研究的时候，还是跟四幺委员报告一下，通常你要让大家来填这些问卷或是做这些简体哈，对民众来说，送礼券，送 Seven Eleven 的礼券最好用啦，送那个图书礼券就没有人愿意来了啦，不要那么样书香气啦。那就没有人要给你来给他做研究了啦，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未来如果说符合台湾社会需求，还像我们以前做问卷这么多需求的话哈，我个人认为就是便利商店礼券是可以的，然后他们有给我一些计划，所以我这块 OK OK。好，我再加一句话，柯委员是说我们未来要取得这些简体，要以利于未来的这个研究，这个给礼券是我们大家觉得普遍上啊，我刚一直强调一般老百姓的角度观感来看的话，是比较有一个利益诱因哦啊，但是我是请你们哦，在广告或者宣传的时候要说清楚，那个用语要注意，不要精准，不要让像吴委员所讲的，让社会的观感不佳哦，这个真的要用词要稍微去检视一下，然后要精准一点了，好不好？好，谢谢。好，那个在我要做决定之前，我要问院长，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议题会引起那么大的纷争？你告诉我以后，我就把预算全部给你。网络上有什么？你讲，来讲讲看，你讲讲看什么原因？我看你会不会抓到关键。网络上有人这个发文，还这个检讨或是检举说中研院的不实用这个怎么样？就用礼券来买引诱这个民众来这个参与这个计划，那叫诱敌，那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诱你去看这个问题，但问题核心不在这里。这个背后的问题大概稍微你记得我那天质询我讲了什么问题吗？你说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纷争？有利益在。对，那为什么会有利益在？我想这利益是的。我想那时候我听到的话，如果我听的是对的话，是我想在这个时候也是可以澄清的，就是 BioSignature 的计划。BioSignature 的计划是当初在陈副总统然后接受国外的建议时候设出来的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是一个联盟的制度。那个的话后来跟台湾 BioBank 合并，然后由台湾 BioBank 执行，但那边的话是完全跟台湾 Bank 的收案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不是我们的疾病的那边的收案。你们显然都不是很了解。我现在就跟院长讲，你要帮沈执行长排除很多问题。这经费不高，6亿，中文院来讲不高，但在沈执行长手上有6亿，大不大？很大。这一次是一个聪明人跟聪明人在打仗的。为什么要选这个类别去做研究，不选那个类别去做研究？你要去说服。你现在懂我意思吧？有些已经研究已经很有基础，大家觉得我是很有基础的，应该要继续被列为这个研究对象。可是我们就认为说你已经有基础，所以不需要研究。所以沈执行长负责是预算分配，在分配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在做选项，对对对，你懂我意思吧？所以他是跟聪明人在打仗，一群聪明的人。所以你们都还没有进入核心嘛？没有、这个，从我第一次执行到现在都没有。这个我还是解释一下，这个就是 BioSignature 的计划。当初选了，就是在我们开 BioBank 正式执行之前已经开始选了那题目。那我们当然可以改进，我们现在已经决定说，既然问题很可能在这里，我们就要说组成一个我只跟你讲说，要给沈执行长多一些帮助，是不要认为是他一个人在选哪些项目，可以不可以？讲的副院长还是没有。你们真的听不懂哎，真的。我跟你讲，我们政治学第一堂课就是有限的资源做合理的分配，好。好吧，我讲完了。好吧，你继续帮沈执行长排除很多问题，好不好？不要让他一个人去抗压所有的，因为跟他打仗的都是最聪明的人，好不好？好，讲完了。好了，那个吴思瑶来做简体的时候，给他加倍图书礼券。好，13到20，好，照例，好不好？来，21到23，来。照刚刚那个嘛，好不好？好，那我们就这边就照列嘛，啊，好不好？好，那24案，张亮委员，
我这个只是其实只要提醒一下，说很多其实我知道很多研究单位跟学校已经在做类似的研究中心了，譬如说中兴大学跟台中荣总也有这个荣兴翻译医学研究中心哦，是类似哦。那交大也有生医电子转译研究中心哦，台北现在还有半小时怎么办？大学也有哈。那我是建议说，我想请你们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中研院如果多这一个，我们要要促成的研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趋向？对，有没有做区隔啦？会不会在研究资源重复投入？对对，这个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事实上是国家型的 NRPB 那个计划的转型转进，然后有一个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六年来的努力，现在知道说哪些技术平台特别值得是留下来，让全国的科技业界都可以用的，那选出了一些。放在有一部分大部分放在中研院生技园，不是放在国家的生技园区，那些都已经定下来了，所以那个是委员关心到那部分的话，事实上是给全国用的，而且包括那边的育成中心，就是他们育成中心不会有这个技术平台用它，所以事实上是可以用到，对对都可以，所以区隔有区隔开吗？有区隔开的话，我基本上我支持了，好不好？好，那我们24案就照例，好不好？来，这个都今天都结束了，是太快了。何委员快马加鞭，我还有比以前多了一个上午而已了，好不好？好，有来三次吗？好，忘记了，好吧，大家都很想念你。好，中央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基金附属单位预算审查结果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关于中央研究院主管预算案审查作如下决议：一、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研究院单位预算案全部审查完竣；二、106年度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全部审查完竣；三、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两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还有没有什么需要问中研院的？有没有？没有，我要做那最后决定了啊！好了吗？啊！刚刚那个公共艺术那个部分好是这样，是谁来帮你们办？好，我会简单讲哈。我刚看了公共艺术设置办法里头，其实这样啦，中央部会，我们是中央部会嘛，中央部会你们要去设审议委员会，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文化部审议。但是在那个过程里头，你们要邀请地方政府的代表列席。所以你们要去处理，就是说，你们要去设置这个，哎，那我请文化局列席代表，那主办是你们，但中央部会哈，中央部会的委托的审议机关是文化部，不然的话你们就是委托文化部帮你们办，这样你们了解吧？好，那跨两个地方政府就是中央部会，然后直辖政府、直辖市政府跟地方政府是他们自己主管的公共工程，是他们办。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是中央部会，好，以上报告，所以你们要把这个弄清楚。你们也可以自己办，但中央院现在你们有审议委员会了嘛？是不是？你们有自己有嘛？啊，那你就要自己办，好不好？但你们还是一个书面说明给我们了，好 ，OK， 好。好，还没谁要发言的？没有了。好，那个我再次谢谢中研院院长，还有所有这个各所的这个精英哦，真的中研院审查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那我们也希望从这一次开始，新的年度中研院能够重新恢复中研院过去的光荣跟尊严。那做一般研究单位做不到的、不想做、不敢做的，那希望中研院能够开拓台湾的未来，好不好？那报告委员会今天一审审查出完毕，现在休息，谢谢各位，谢谢。好。帮助了，谢谢，知道，他对你最爱了，对啊，最好了，还同学什么当？开玩笑。